这是一条孤独的路，还是一个神奇的网络？起初可能只是一人一马在大地行走，经年的踩踏，逐渐出现一条蜿蜒的山路，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商道，沿途设置驿站和关口。它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物品，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黑茶一和美，羌马一和舒，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他从中国西南出发，跨越千山万水，内贯多个省份，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外延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各国和欧洲大陆，总长万余公里。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最险、最长，依然有人马行走的千年古道——茶马古道。它是饱经风霜的，也是风情万种的。它将被誉为南方佳木的中国茶与代表中国品味的茶文化传播到全球各地。它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之路。它正悄然从历史舞台退场，却穿透尘埃与迷雾，焕发出迷人的极光片羽。是云南的，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